你要炖了你，替天行道，炖了。起来，干啥呀？起来，干啥呀？炖了你，起来，炖了他，干啥玩意儿啊？我炖了他，炖了他，咋的了？不听话，你看呢？起来，我炖了，起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干啥玩意儿啊？谁家狗能把沙发拆成这样啊？操你大，还鸡巴拆，还鸡巴拆啊？这谁咬的啊？昨天刚买的拖鞋就咬坏了啊？这祸害谁呢？这是啊？这纸给咬的，干啥呀？不要了？我咱不过日子了啊？你们几个干啥呀？天天祸害我，行不行了？你们呢？啊？有没有？有完没完了？